我们看这插口袋这种动作，不管是这样子插还是这样插，其实你会发现它好像是我们的手做了一个框框，框住哪里？框住重要的部位。对，这在所有的动物行为里面，男性在展现魅力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展现他的性征？对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在星光大道上面的男生，或者是等等的，他就会这样子，或者是男生很多人拍照是不是会这样子？对对。可是这个是的确对男生来说是展示男性魅力的一种方法。所以露一根或露四根有差别？我是说手指，对不起，一根。露四根，你是厉害的。如果露别的，我蛮想认识有四根的。就是四根手藏起来跟就是只露大。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只要是露出手指意义，它在解释上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如果只露出一只，是不是太明显？就是中指的话，中指有一点是隐藏的，在骂人这样。哦，所以不可以。OK， 好。那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特别解释？因为我在做很多分享跟顾问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很多女生哦都有那种感觉。如果一个男生他老这样子跟你说，哎，最近怎么样？最近还好吗？其实所有的女生几乎十有八九会跟我说，她心里的 OS 是：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就是这个是对男生来说，对男生来说，这个是下意识的耍帅的动作。比如说，这是你新买的跑车，你在照相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脚会跨轮子，代表占有？然后另外一只手十有八九会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你不用 cue 他，很多人自然而然就摆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特别讲，就是说对男生的下意识动作是一种展现魅力。可是呢，各位男生要谨慎使用。因为我几乎问所有的女生，十有八九看到这个动作不欣赏，都是逗逗的，都是不舒服。